你怎么来你不来，当然只有我来喽。了？你的意思是说我不去找你，你伤心了，然后你自己主动来找我？陆易瑶，你语文理解能力怎么这么差呢？我明明表达的意思是做事不能半途而废的精神。那个问题你不是还没得到答案吗？我怕你哪一天要是一时兴起再来打扰我，我今天刚好有时间就来打理。你不舒服啊？没事，没事。我说呢，你也不会这么弱吧？浅浅、干净、单调，很霸总。不错不错。蔡思雨，你到底来干嘛的呀？我是来……你站着干嘛？坐呀，别客气。你这个样子会让我误会的，我会觉得你很不想看到我。行了，赶紧坐吧。我，蔡思雨，我怎么了？够了！你怎么了？你这是……别碰我腰啊！你伤了腰啊？腰对人很重要的。我知道啊，谢谢你啊。那你怎么伤的呀？健身房？修水管啊？不是。那难道是做了什么超负荷的剧烈运动了？我老了，年纪大了，腰肌劳损，行吗？啊，行行行啊，你有病。你才有病呢。你别激动，你别激动，我不知道你腰伤了吗？我不碰你啊，我不碰你啊。原来是因为身体不好才没来，看他的样子还挺可怜的，那就原谅你了。哎，陆易瑶，你去看过医生了吗？看了。一个老男人独自在家不会孤独死吧？谁让你是我的缪斯呢？生病的缪斯也是缪斯。来都来了，可怜你一下吧。别担心，我会照顾好你的。你不是还要上班吗？催更啊啊！没关系啊，你看我吃饭的家伙都带来了，这个点儿你应该也饿了吧？我做饭给你吃。不用。没事，我做饭可好吃了，你就坐在这里，一动也不要动，我很快啊。